这些老外的台湾味，五告架杠。既然歌仔戏当家花旦，一定是歌词比一比。野台戏是要自编，要市面上不可能有这首歌。对，不会有老外参加妈祖绕境，我在那边拍摄言情表，要出一起扛着那个饺子啊！真的，阿美族认证的架杠原住民。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回去，好不想美国有欠钱还是怎样？欢迎各位，这个哎，你怎么藏在这里？上次有跟两位报告过，怎么？我就住在这后面。哦，真的？说车子，我录影很吵啊，对不起。我走车走出来的后面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老外在台湾。对，其实他们已经不能叫老外，他们根本这个跟台湾很喜欢老台了，老台了。对，像班杰来讲，班杰以前住哪里？我以前住台中，摩拉。不是啦，美国的。更之前 ，come from， 波士顿，波士顿，波士顿在美国的东岸，哎，美国东岸，搬来台湾很热，儿子正在那里读书嘛，对啊，哦，那就是东北嘛，住在那边，后来什么机缘到台湾来？其实我从小爱功夫嘛，哦，为了功夫我就不要读大学哦，然后就飞来台湾，然后那你可以打 UFC 啊，打两场你就不爱啦。我，对啊，打了一些自由搏击，打了业余打十年，练十年，真的 MMA 啊，真打十年，我这个鼻子也断过好几次，有一次断到这里来，哎呀，然后好远呢，要挪回来，挪回来之后还要去。整形，因为它愈合的时候愈合歪了，对，还要重新断。哎呀！今天这五位他们已经不是外国人，他们根本就是台湾认同的架杠台湾人。哎，对 ，Justin， 来自美国，来台湾九年了。哎，你来台湾九年，当时来台湾干嘛？干嘛？干嘛？啊，我当时来这边读书，交换生哎。啊，对对对，他学语言的能力很强。不想换回去了，就不想换回去。我跟你讲，我第一年在这里，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开始做噩梦啊！怎么了？我梦到我自己飞回美国，然后就很空虚哦，就是好不想回去，超不想美国有欠钱还是怎样？没有啦，他是美国跑到台湾来洗白的啦，他是来台湾变帅哥了，他在美国是住乡下嘛，对不对？对，所以就很喜欢这种 city life。所以我记得我来到台湾，第二年我在明传大学读书，然后就是开始当要去做实习，去做实习就刚好有遇到一些原住民的朋友，然后他们带我去乌来看一个泰雅族的表演，然后刚好他们放一首我从小时候听到大的一首歌，就是那个Return the Innocence， Return the Innocence， yeah， 没错，哎呀，对，嘿呀。回应还不错哎，那你怎么会小时候听这歌啊？不是因为那时候奥运哦，奥运的关系，因为这个歌是几年前这个奥运在美国上，对，在美国他们就主题曲啊，对，他们就用到这个阿美族原住民的东西，所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听到这个东西，就感觉我美国的生活跟台湾的生活有一个连接啊，冥冥之中，这真的是缘分，冥冥之中才能连接起来，对对，没错。那他架杠的标签就是他竟然成为了阿美族认证的架杠原住民，真假的？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哎，这不能自己吹牛，就我。只是喜欢听那首歌吗？我就是因为开始研究他们的文化了，认真的想要了解，然后有时候我在节目上会帮他们讲话，然后就是介绍推他们的文化，对对对对。然后有一年我的阿美族的哥哥，他带我去台东的部落过他们丰年祭，然后他看到我的努力，真心的爱喜欢他们的文化，对，全套的衣服他们送给我，然后连年龄阶层他也帮我加进去。什么是年龄阶层？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年纪里面，他们在族里面有一个辈分。对，没错，那个应该叫辈分。哦，原来就是他这一族，哎，这一族里面的长老，然后再下来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年纪大概是跟着同年龄的有同辈分，对，摆在一起。对，所以你会有你部落的同学名字。好，对，然后我刚好穿这个
这个是部落的名字，吉纳鹿角，吉纳努嘎，吉纳努嘎，吉纳努嘎。对，然后这个是只有我们七九年次的同学有的衣服。你跟我同年呐、啊？哇，你要保养了你。哇塞，我以为你是六九年的，看起来像校长。我们竟然一样大，所以他有阿美族的名字叫吉纳鲁嘎，吉纳鲁嘎不是，吉纳鲁嘎就是他们部落的名字，部落的名字。对，但我的名字是嘎照，嘎照是蟑螂的意思，不是那，不是嘎抓啦，是嘎照。嘎照啊，嘎照什么意思？嘎抓的照啦，嘎照。他们都有自己的姓啦，但是我没有，我就是嘎照。哦，对，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啦。对，好酷哦。哎，所以有没有看到？竟然可以被弄到变成阿美族人了。Justin 还自己有阿美族的一个名字。那有遇过他们的族人吗？你们的族人呢、啊？有一次我记得在那个忠孝敦化，然后我要打计程车回家，然后叫的时候我就上车，他说：“请问你要到哪里去？”我听那个口音了，我说：“我哎，你是不是原住民？”对对对，哎，啊对呀，我泰雅族，你怎么知道？泰雅，听得出来啊，照个照，对。然后他又是个老外，对计程车司机这样讲。把他吓坏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绕几句那个泰雅族话，我说啊，罗卡素，伊玛拉鲁素，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拉鲁莫嘎尤隆，我叫尤隆，就是跟他讲那个泰雅族的。哦，真的会耶！我跟你讲，从那个中山东号到我家的时候，他超级热情，超级热情。他他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是那个文兰的舅舅啊，他住哪里啊？他住那边啊，然后什么？他开车经过他的家，他就住那边呢。他们族人里面全部都是亲戚。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成名的话，你就会有很多亲戚。对。如果你是被抓去关的话，就很少亲戚。你那东西真的？成名，我是他舅舅，在台北能遇到温岚的舅舅张惠妹的叔叔，对。但是真的很。可以教我们讲原住民话，他还能讲，可以啊，好厉害哦！来教几句，这边还有准备一个板子，嗯，我教你们讲第一句话，你好，很好用哦。怎么念啊？这有点鼻音呢，啊啊啊！哎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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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一组？哎，怎么听起来像广东话？是阿美族，哎吼，哎吼啊，哎吼啊，哎吼。然后第二个，我叫。鸡，什么？嘎咕，嘎咕，对，鸡嘎照嘎咕，鸡 ，Jackie 嘎咕 ，Jackie， 我叫什么？鸡 Jackie 嘎咕，嘎咕，对对对，是病人啊，对对对，这个是你什么？这个是我的意思，说叫 Jackie 我。哦，反过来了，就是你走先去那种文法，倒装句，倒装句，你走先呐。对，所以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说你去哪里，你去哪里，你对耶，变一个习惯。你好漂亮，你好漂亮，这个很好用。应该也是在方面，对不对？嘎咕是我，有没有？基数是你，基数是你，对，所以。马卡巴海基苏，马卡巴海基苏，马卡巴海基苏，这个南岛语系的，对不对？南岛语系，对，这都是南岛语系的。而且这些语言你去帛琉也讲得通，帛琉也通，也通。对，跟帛琉就我们就算差也有邦交的。对对对，这个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哦，好难哦。伊拉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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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貌伊苏。遗书跟 key 所说也是一样的意思。伊拉古里猫遗书。哦，你有没有遗书啦？啊，遗书是你。遗书有没有空去拾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有啊，认证了，认证。这么多年了，那都没有再回去家里吗？就没钱去，那个很贵耶。啊？全部在台湾花钱花光了。啊，对啊。买吉他什么的，哇，一把吉他是一个飞机票哎。也很多外国人就是习惯了这边的生活方式，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东西就变贵，然后女生也没有这么多在看他。女生也贵，女生也贵。不是，我们家那边没有女生，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树跟熊，只有鹿跟熊，对，乡下人呢。那我们来听听他这个为我们带来的阿美族的一个那一天晚上风的声音，来，好可爱哦。Yeah.
会唱歌的，很棒。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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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他刚刚是用了什么声音在唱？是学音乐的人才唱。什么声音？他用小嗓。小厂就有费玉清系列的，那个这个就跟 Okinawa 的文化有一点接近，哦，冲绳，对不对？我也蛮喜欢冲绳的那些音乐，然后我就听到这个，然后就是尽量，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唱歌的，不会不会，很好，我本来是打鼓的，哦 ，OK， 但是我就慢慢把这个，看娃娃，对，转音。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哎，他有天分呢，好厉害！你看他连日文也会，太棒了！要再次谢谢贾斯汀，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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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厉害了！我们脏话好你去，小贝。小贝是美国人呢，是的，是，可是来台湾才一年半，怎么会这个缘分呢？这为爱走天涯，对对对，跑来我们台湾，你是来台湾才认识现在的老婆还是？其实 Facebook 我有加我老婆好友，哦，网友，然后我在美国的台湾朋友，其实就是他的邻居，哦，都就是特别的缘分。那你就认识他，就在网络上谈恋爱哦？对，老婆的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愿意接受一个养女婿？一开始有点太快。因为我们才约会了五个月左右，网络上开始的，其实他们有点，他们觉得太快，太快，可是他们没有拒绝。那你要跟他爸爸妈妈讲，你现在会觉得太快，再过两个月就来不及了，会冒出来。什么啦？差不多对不对？差不多。对，但他现在已经是彰化好女婿了嘛，这问题已经没有了啦。现在也就真的结婚生子。你特别喜欢喝米浆啊，彰化的米浆。我最喜欢喝米浆，我觉得米浆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我跟你讲 ，agree。Agree? Yeah, of course. 朋友，好不好 ？Do you know why? Why? 但是你没有喝过全世界最好喝的米浆。应该。如果你没喝过那个米浆的话，你就不能叫小贝米浆。OK。人家说。他啊，怎么样？小贝是他的名字，对，然后他喜欢米浆，太喜欢喝米浆，他不是叫小贝米浆，好不好？他没有在卖米浆，他没有卖米浆，但他因为太喜欢，人家都叫他小贝米浆，对。但是我告诉你 ，OK， 跟我讲，米浆，你是在彰化喝的，对不对？对。米浆怎么做？米浆是用花生。黑芝麻，黑芝麻，可是那个花生要用炒的，对，然后很接近白那个白饭，白饭还有水，然后会磨出来，哦，哎呦，哦，米啦，对，米啦，要米啦，对啊，这个最好的米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台南。我不相信了，台南，因为那个是米浆的发源地，因为第一批从中原来到台湾的人，到了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就是在台南，所以他登陆上来，所有美食文化都在那里先扩散。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台南喝一次，每一家都不一样的祖传秘方。真的？什么？对不对？你如果喝过台南的米浆，其他地方的米浆喝起来都跟尿一样。太夸张了，跟尿一样？那你说小贝喝了多少年的尿？也很好啦，他就很喜欢脏话的，很好啦。啊，喝米浆胖八公斤哦，你看身体这个衣服有没有？本来没有这么绷的。做了米浆 T 恤啊，我开始每天喝3到4杯米浆，然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胖，直到我胖了8公斤，8公斤，所以现在开始喝少一点，可能每个礼拜4到5杯。然后他也喜欢这个风马煮练去点。小贝替妈祖扛轿，家人同游线下贾斯汀参加大家妈祖绕境，我在那边拍摄，然后言情表他有邀请我一起扛着那个轿子啊，真的。大家妈祖 ，This is why you come。还很会剪片。他平常也是一个 YouTuber， 我就去台湾的每一个地方拍摄，邀请我的家人来，我在一年中来了3次。哇，对，这个要气质假死定，他连回去的钱都没有。喜欢这个风马祖，你也去点马祖？对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很融入。马祖的那个绕境就是有北港马祖、大甲马祖，就是什么绕境，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一次有参加
达迦妈祖，然后达迦妈祖回来的时候在彰化，在那边应该会有2到3万人，他们都想要扛着那个轿子，轿子对，要冲去能摸一下就不错。对对，你扛过哦？等一下，那个开始来了，真的，那个故事来了，不能太快。我在那边拍摄，然后那个言情表，我又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他旁边的人，他有邀请过。跟着他们，然后一起扛着那个轿子啊，真的，真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真的有超级多人，就是超过10000多人都想要扛着，然后我有那个机会，一下都没有。结果你真的就扛了，好荣幸哦！有一段影片可以看，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一个是他推广这个台湾文化的影片，好吧，来看一下哦。Whole bunch of people here. Okay, hi guys. Hi. So this is my sister and her family, and we've got my beloved mom right here. Well, they will be joining us on our tours all throughout Taiwan, going to lots of places. It's going to be fun. Yeah. Do one more. Okay, guys, are you ready to go in the Buddha? Yeah. Let's go. Let's go. Buddha. Helen,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Right here. Oh, like where are you? In the Buddha? Are you ready to try the Guan Yu Dragon Spear Challenge? Yeah! Yeah. Yeah. Talon, do you think you can do it, man? Sure. Okay, let's go check it out. Sure. Okay, it's you, Boston. Oh. I heard it's, we're doing a special challenge. What's it called today? Challenge. Okay, now this is my favorite drink. This is my favorite thing to drink. So, are you guys ready? Yeah. Okay, 3. Yes, I'm ready. 2, 1.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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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Thumbs up, thumbs down. What is it? Thumbs up, thumbs up, thumbs up, thumbs up. Oh, oh. No. Thumbs up. Yes. So it's approved. It's good. Do you know what that stuff is? The pig blood cake. I'm back. What are you back at? I'm back to Ice Galaxy. This is my your land. Place. I want to live here one day. Okay, well, right inside. Is that moving, Jared? Okay, we just got my favorite drink here in Taipei. It's called a Dong Gua Wa Dan Nai. Say it with me. Dong Gua. Dong Gua. Wa Dan. Wa Dan. Nai. Nai. Say it quick. Dong Gua Wa Dan Nai. Dong Gua Wa Dan Nai. It's so hard to say. Okay, Boston gets to try it. Guys get points for trying this. That's good. It's rocking, huh? Look at that double take. Here we go. Why'd you clock? Welcome to Shirley Night Market. This is the sugar cane challenge. Sugar cane. And then welcome to Taiwan. 哇，哎，以前我们家有种甘蔗啊。哇，哎呀，太感人了。哎呦，这个冬瓜挖蛋来，冬瓜挖蛋来，然后把这个很多台，他带全部的家族对出来玩，然后到台湾来。我的 YouTube 我就去台湾的每一个地方拍摄，然后很多是我会邀请我的家人来，然后我会带他们去。我的妈妈已经来了。在1年中来了3次，哇！对，哎，他讲这个要气质贾斯汀，他连回去的钱都没有。来了3次，还是来玩而已。所以你看，还是要慎选父母啦。还可以慎选。对呀，他还有一段影片是那个绕境，绕境妈祖绕境那个影片，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妈祖绕境，看到吗？法院的院长吴家俊。白天夜晚都跟着跑哎，9天Lina 家一样的，超拼的，他是 YouTuber。YouTuber。This is the thrill of Dajia Mazu. This is why you come. It gets you moving. We are right now with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 Mazu right behind me. We are just mov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everyone has to do. I think Xiao Bei 主持的还不错，很好啊。This is where you can finally see and witness the Zhuan Jiao Jiao. Check this out. Come here.
连续九天，他都到处跟着去。你说他平常也是一个 YouTuber， 对，就是记录一些影片。小贝米江，小贝米江，现在这网络上很多人在追寻他。最有趣是那些挡机那种东西，他可以拍到那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有一个那个挡机啊，那个闽南语叫挡机啊，他劈这个，哎，结果他斧头刺就卡上去了，对，然后就拔不下来，就卡上，影片有。是在网络上有一个影片，然后应该去医院，哎，俺不能死了，对 ，ambulance， 在那个 YouTube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有做过，然后他的背所有的那个皮肤从整个那个脖子到这边都有裂开了，哎呀，哎，太可怕了，不能乱来的哈。对，好，来第三一位，来自越南，哎，阮安妮。结果他现在在台湾竟然是一个歌仔戏当家花旦，哇，讲越南话的，你现在要讲国语已经很难的，还可以唱歌仔戏，闽南语，然后再歌仔戏。哎，安妮你好，嗨，新哥你好，哎你好，来台湾14年，可是原本在越南是马戏团的成员呢，是，那怎么会来到台湾呢？因为我以前越南表演马戏团，然后来到台湾表演，就认识了我公公。认识你公公，认识先认识我公公，然后公公再介绍老公给我。你为什么不跟你公公在一起就好？没有，他是公公了嘛。哎呦，啊，结果就两个人认识，然后就相恋相爱，然后就结婚。哇塞！哦，结果先生本来就是唱歌仔戏，他也就跟着唱歌仔戏。就他唱歌仔戏，是因为我们是歌仔戏的家族，到我老公已经是第三代嘛。哦，对啊，我刚嫁来国台语都不懂，然后跟着外面跟公婆出去，然后跑龙套。哦，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跑龙套就没有台词的了。对对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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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就没了。这是滚啊啦！啊，击滚啊，旗军哎呦，对对，拿旗子来临了哦，然后就。他真的好 local 了，你知道吗？鸡滚啊，鸡滚啊，就是那个这个跑龙套了，就京剧里面叫跑龙套了。哎，啊，这个鸡滚啊，就拿一个那个旗子啊，哦，提刀啊，拿刀的拿旗的旗嘛。就是刚嫁过来，我有在台上表演软骨功，因为我以前在越南是那个高空特技嘛，跟那个软骨功，后来生完小孩就没办法再做。对，变硬了，骨头变硬了，哦，就放弃了。哎，我老婆生完小孩以后反而会软骨功，哎。现在怎么样？她都反过来走路，是不是？然后结果人家她现在是那个歌仔戏班里面当家花旦呢，嗯，厉害厉害哦，这是她的扮相。里面呢，啊，我刚看最后一条啊，心里面会觉得很心疼。女儿生病必须洗肾。一粒米冥冥中遇见真爱，吴宗宪揭穿背后阴谋。法国来的一粒米，悲伤太子徒步环岛。第一次北上，我就很想悲伤太子环岛去找那个庙的主委，他先跟我说一怪一星，好不好？一怪一星，但是先跟他一起陪跑的一个女生，变成他现在的老婆。第一次看到我老婆，就觉得找我不敢管。我来跟那个庙控的老婆吃饭，他是抵挡福神，用一个小朋友的声音跟我说：“三太子，我是你命中注定的人。”真的假的？你会不会怀疑是你老婆安排这一？后来是老婆自己老婆的阿姨，对不对？我家来是第三年，我就怀孕了老二，然后生出来，他就那个感觉他全身都白白的，然后都没有血。是是是。然后带去大医院救了4个月。就回来，但是他肾脏衰竭，那我那一刻我听到
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们两个夫妻都每天跑来台南去学习，就是帮女儿许牺牲。然后这个好像是我人生遇到最大一个课程。对，我女儿跌倒我都心疼死了，还要看她牺牲。你要加油，要勇敢。已经女儿已经11岁了。现在有。她是一个发展迟缓，不会走路，也不会站，然后也不太会讲话。然后每天我喂她吃，但是她是很活泼，然后她很乐观。然后反而他会带来给我很多欢乐、鼓励、鼓励，对，坚强，真的不容易啊！对啊，我们希望他在台湾能可以越来越好，好不好？好，直接就来看一段 live 的，好不好？让安妮带来一段歌仔戏，欢迎。笑嗨嗨，放下誓言歌，嗨嗨嗨嗨，到安排，好啊，今天为谁来，为谁来？写了一首哎，这台湾的 local 在比较乡下或干嘛，他们就喜欢听这歌，太强了，地方戏曲，哎，很不错。歌仔戏，那学这个要学多久才能这样唱？真的很，语言都不会的状态，还有那个身段，身段各方面真的不错。其实我都用那个越南拼音写起来，因为台语空耳啊。台语我听不懂，然后那个文言文更不懂。其实我们野台戏很难，就是要自编，然后口白都是要自己想。像我唱这段是我自编的，自己编的，自想。我看得出来，要有野要韵。市面上不可能有这首歌，对，不会有歌仔戏唱到现歌的吧？对不对？对。那台语讲错也是会闹笑话。比如说我在台上，他们教我说那个红胸出性记，点打脚脚戏。我就都讲错了。红胸出性记，皇上出的圣旨。对，然后点个角角戏，我就讲红胸出性记，来个角角戏。台下通通都台下都死光光这样子。对，然后大家都一直笑我，不懂在笑什么。对呀啊，还有一次就是那个，我那个同伴他就讲，我就说那个马吉靠北靠山我拢听无，其实他说他讲那个口白靠北跟靠北我都分不出来，我就觉得。好难懂哦！哦，不会不会，对对，慢慢学就会知道了。其实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讲，还没有关系啦，好可爱哦。怎么是嫁到我们台湾来？对，我们这个台湾人情味还是很好了哈。是台湾媳妇。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啊，跟我们互相的一个融入。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哎，好吧，人生就往那个光明面去看嘛。真的，我在台湾感受到台湾人的人情味，所以我到现在我就觉得很乐观。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来，再来是一粒米呢？对，法国来的一粒米来台湾12年了，就是你啊，这个上新闻的呢。对，有啊，他背三太子徒步环岛。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啊？我第一次，因为我是跑马拉松，我第一次参加一个超级马拉松，在乌来那边，在台北，第一次看到在那个舞台，三太子在那边跳舞，觉得哦，加够注意啊，真的很可爱啊。然后想说好，我想要北看看。然后我第一次北他，我就觉得哎，有一种
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啊。甚至我去找那个庙的主委，然后我问他，我想要环岛，可是我想要背。你的三呆子被三呆子环岛，那三呆子会很累哦。他先跟我说，先生，我理工，咱先给怪医生好不好？我们先去看医生好不好？先怪医生啦。先怪医生好不啦？后来你还是实现了。后来我跟他说，我想要被三呆子的这种动机，其实是我希望，国外的媒体可以看得到，然后顺便。推广台湾岛礁文化，然后可以让台湾的能见度变高，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答应了，一个月就背了25公斤的三呆子，就换台湾。25公斤呢？那会受伤吧？而且你用跑的，25公斤，我看你一天跑个5公里就已经吓死了。没有，一天大概20到40公里。他是跑马拉松的，但是那么重的东西在身上，20到40公里啊！对，这个是历史上的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记录了，没有人错过，我自己不会错，不会再错了，去拜托了。是，一次就好，会累死，一次就好了，去拜托。可是他说环岛过程拉伤，却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你走。哦，对的，是很蛮奇妙的一个现象。那时候我快结束了，已经跑了800公里，我的小腿拉伤了，对吼，就跌，真的很痛，很不舒服。我想说，我背看看，然后我背三袋子的时候，就竟然我的那个疼痛不见了，然后我不背之后又痛，所以我来想说好了，我要一直背。那更可怕的是，跟他一起陪跑有个女生，两个人就跑出爱情长跑，真的假的？然后就变成他现在的老婆了。你结婚了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还是坏的，应该是神明在惩罚你。谁叫你背着我爬爬照？我到台南的时候就突然出现这个女生，我是被三呆子的。是一个神明了，所以我不能跟女生有太大的互动。是。那我要吃素一个月，然后我而且女孩子又是荤的。对。哎，你有跟三太子讲吗？去拜头。我背三太子之前，我刚好跟我的前女朋友分手了，因为她劈腿了。听她说是很蛮难过的。听她说想说好了，我去。我要想以怎么能够把它忘掉，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环岛。所以那时候看到女生就会有一点怕了，对，所以想说不，可是第一次看到我老婆，觉得今天找我拜拜啊，不敢惯了。哦，那你老婆啊，沈玉玲自吹自擂，吴珊如忍无可忍，中文饶舌推广先驱。我在加拿大参加过现在全球最大的饶舌比赛，来台湾就是没有这些比赛，我很想要办这场 This RBL。好，各位老公仔啊，我打杯色，笑看台湾输完爆火机高到你四爷你跑到什么客观的你啊？办这个比赛搞到快破产，地下嘛，我们很难拿赞助，因为两个都骂来骂去啊，谁啊？哦，对，有些人甚至有骂到沈玉玲，因为我也是地下饶舌。但饶舌界也有地位，不卡位的，饶舌界还有地位。第一次看到我老婆，觉得这个查某袂歹啊，不敢惯了。哦，那你老婆啊？不对，他经过神明认证，也就变成老婆了。认证，对对对，缘分哈，真的是缘分。然后就去卜龟，就是问那个那时候好像是王母娘娘，我就问王母娘娘，王母娘娘，我2天前又遇到一个女生在台南，然后我一直想她，我跟她有没有缘？然后我就卜龟，行不？上次就是他答应了哦。然后后来最奇妙的，其实是后来就是那个我们跟那个苗控的老婆就是吃饭，然后突然老婆就到苗控的老婆就昏倒，昏啊，怎么了？其实他是激荡了，因为他突然他突然浮神了，突然站起来，然后用一个小朋友的声音跟我说：“三太子，我知道。”你前天有遇到一个女朋友在台湾，你怎么也在模仿？一个女朋友，一个女生，对啊，那你跟她有缘呢，她是你命中注定的人呢。
真的假的？真的，我听到这个我可以给我背，我真的鸡皮疙瘩了。哎呀，啊，这命中注定。因为我破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在我旁边，没有人听到我讲什么。然后那个女，那个秒空的老婆竟然知道。哦。我说什么？那伊丽敏，你会不会怀疑是你老婆去叫私底下叫那个庙公庙婆要安排这一出？庙公的老婆是你老婆的阿姨，对不对？全部都是亲戚，一切设计好的。我有一点怀疑，你一定要娶她，要不然你的腿会一直拉伤，拉伤再拉伤。不能诅咒人啊！红包里面应该不少钱，对的。哦，塞了不少钱进去。这所以你看，缘分啦。我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啊，其实我到她的房间里面，然后墙壁上我看了这张照片。哎呦！等一下，然后我问她，那是我跟你老婆的合照。对，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然后她竟然跟我说，其实是和对我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她前男友。请你解释。请你解释，他以为你是前男友啦。没错，我就是他的前男友。喂，他不认识你。这个在哪里拍的？我看看。其实是在台南拍的。台南啊。因为呢，我老婆一天是开服饰店，然后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客人进来啊，然后是你，然后看到你就当然他认得出你，然后马上想要跟你合照。对，而且把你当作很重要的人呢。你看这个还表框，表框，对，要表框。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人很亲切，而且在台南等都是我同乡嘛，去到那边然后互相 say hi， 我就会跟他们就合照。对对，我还有一首歌叫《两人的画像》，在演唱会里面，对，收集大家的合照，然后就是我把所有跟我合照的人的照片，然后就放到那个大荧幕上，哇！我一回头看哽咽了，很感动。这一路走来，就跟你在跑马拉松一样，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嘛，是不是？然后跑到最后就觉得哇，自己也累了。然后终于在台南还可以找到一个归宿，对，对不对？恭喜你们啊，太棒了，谢谢，好棒哦！这个摆在床头还可以避孕呢。那我放心了，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啊？没有啦，没有啦，还问嘞？你这个背三太子的人讲话还是乱讲？好，来，我们来示范一下三太子拜庙动作，来。歌仔戏那一段吗？不是啊，这不同的啦。音乐很像啊，传统的文化。哎呦，哎，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也知道这个是到了某一个啊，比如说庙啊，到了庙门之后要在那里拜庙就对了。我还要跳。哦，因为他是小朋友，对，小朋友，所以他很活泼。受伤了，今天脚受伤还硬是为我们表演。这个25公斤，你想想看呢，当时他就背着这25公斤绕台湾一圈呢。哇，好了，谢谢了，也谢谢娶到一个美娇娘，对不对啊？好，再来介绍一下阿龙。加拿大来的阿龙来台湾已经6年的时间，他现在架杠标签叫做是中文饶舌推广先驱。饶舌就是。哇塞，举办了全球第一个中文清唱的 diss 饶舌比赛。以前有一些即兴配音乐、配伴奏的一些比赛，有点像，如果你有看阿姆的 Eight Mile， 就是那种是比较传统的饶舌比赛。那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参加过，应该算是现在全球最大的饶舌比赛联盟，叫做 King of the Dot KOTD。那我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些比赛。那来到这里，我们就初衷很单纯，就很想要办这场比赛。其实我们的比赛的联盟叫做 Diss， 那我们就变成饶舌比赛的 Clean。有一点像一个人说，哦，给我一个 Kleenex， 其实那是一个卫生纸。我们其实这个 diss 那就是骂你的对方的意思，或是就攻击嘛。那我们的比赛叫做 diss RBL。那现在很多人会说，我们想看一个 RBL 比赛，一个 diss 比赛。其实他们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比赛，但这种其实不算一个，都是清唱 acapella 嘛。对。那其实我们办这些比赛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了5年，我们的频道有超过10万的点阅率，然后有些比赛甚至有就一场比赛可能会超过100万。但是你办这个比赛在台湾结果搞到快破产。对啊，对，为什么？
就是第一个很低下嘛，我们很难拿赞助。那因为很多品牌那个都骂来骂去啊，谁要？哦，对，有些人甚至有骂到神韵里。看他上次艾伦骂你像没吃药，那么烂人进去讲这些话，豆白之下，我怎么不看神韵里？因为我也是地下饶舌之神啊。As you know， 没有没有 ，No， I don't know。You know， 真的吗？对，你问他，你问阿龙，我在饶舌界也有地位的，对不对？没错没错，有地位吧？有地位了，一个地位。最好是在饶舌界还有地位。我告诉你，你有马上就要有排位了。我跟你讲，我们就来看看阿龙现在在做的这些东西，有这影片，我们要看一下。好了，来。阿龙现在在做的这些东西，有这影片，我们要看一下。好，来，观众期待将酷我期待比赛，我唱台语，我一坐的真侪相对这个歌手拍戏，伊的头壳太憨蛮，无了解我歌的写啥，是像影子无做代志的歌员，对，就是讲你这个咸在路。就这一类的，就是你办的，对，这就是我办的，对。而且这闽南语的这个难度算是很高的，对，因为没有音乐，如果你的梗不好，或是你忘词，就马上冷场。所以这个需要很高水准的选手才会有一个精彩的结果。刚刚我看那一段，它比较像是中南部在选举的时候，刚刚那样，其实。对，其实通常会有国语比较多。那确实那位是高雄骄傲，他是我们三周年庆的时候，他得了最佳表演者，然后就那场嘛。然后他现在我们要在屏东再办一个饶舌比赛，我们在猪脚文化节有北青道办饶舌比赛，他真的是很深入到本地，对，然后给大家一个平台也蛮不错。哎，厉害，真的，熊仔现在都已经唱到金曲奖去了。对呀，对对呀，所以是相当不错。嗯，也感谢为台湾来推动这些。是的，是的。好吧，今天看他们几位啊，真正就是已经在这里已经变土生土长了啦，根嘛，对不对？对，我们就来唱一首《我住在台湾》，好不好？请阿龙来表演，来来，欢迎阿龙，欢迎，来来来来。爷爷 ，shout out 来自法国的迪文斯，来自土耳其的五凤，我是来自加拿大的阿龙，我们是外国人，但台湾是我们家。Let's go。Everywhere I go, people wanna know waste money 来台湾 no， 答案不简单 no no， 说来话长有。为了冒险，为了贡献，为了追求梦想，为了发现地球的另一边到底哪里不一样。Everywhere I go, people wanna know waste money 来台湾 no。冒险，为了光鲜，为了追求梦想，等我发现全球的人都想要爱，我们都一样。去，你团队，我团队台湾，你团队，我团队台湾，你团队，我团队台湾。I'll never be alone， 台湾 is my home。谢谢，谢谢阿龙，谢谢。到底台湾，哇，那能量好强大，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办这个 underground 的这种比赛啊，有机会我们也去帮你们站站台，哎呦，对不对？我如果去的话，马上对不对？可以，不会破产就赚钱了，门票收贵一点嘛。对对对，好，再次欢迎他们，也谢谢他们，谢谢，谢谢。